干什么？换药。没人和我们说过换药的事情。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病人照顾好。把你的口罩摘下来。有这个必要吗？医院有医院的规章，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章。先生，这是您的书，不要出声，我不会伤害你的。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进去吧。干什么？徐先生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如果他死了，对我们的价值也就没有了。这是特科科的最新命令，你们难道没有接到吗？さっきあの女は六万病室に入ったのは。お前は変と思わなかったか？之前的生死不明，这次行动失败了，以后想凝聚他就更难了。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能够联系上鸽子的人，没有鸽子，对我们以后的行动十分不利。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必须把徐文晓同志救出来。黄委员，现在全奉天只有那个日本老头知道你的身份，你今天完全有机会，为什么不一枪打死他，还放跑了佐佐木？这个松村很奇怪。上次在火车上，虽然是我以枪相逼，但是很明显他是故意放我走的。这次在医院里，他完全可以指认出我的身份，可是他没有，要不然我连徐文晓本人都见不着。这不难理解，在我们抗联内部，不也有日本人的反战同盟吗？仅凭这两件事情，还不能完全相信松村，所以。我想尽快的找个时间和他见个面。休息吧。
见了，地图呢？我去拿。照地图看，鬼子放下小虎的地方应该是这里。白城，白城离奉天只有百里，骑马的话一天的时间来回应该够了。别担心了，我会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的。对了，你是怎么和那个神父说的？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总之啊，你们可以住在这儿了。哦，这个还是我来收拾吧。你看累了一天了，也该回去早点休息了。没关系的，我不累。好了，走吧，我送你。走。你好好待着。看来，以后咱们可以永远在一块儿了。好了，太晚了，路上注意安全。杨小姐可是个善良的人，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哦，还有。どれくらい眠っていた？変なことは喋りました。心配しました。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れ。九死に一生を得た。私は日本人だ。本来ならば日本軍の保護を受けて叱るべきだろう。まさか佐々木中佐が私を盾に中国人の銃弾を避け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よ。中国女と作戦したの？彼女は私を撃つことができた。しかし彼女は私を逃がした。これで二度目だ。汽車で会った女ですか？彼女は銃さばきがとても正確だ。佐々木が私の後ろに隠れた時に完全に私を撃つことができたはずだ。しかし彼女はそうはしなかった。松春先生，不速之客，多有打扰。我们在火车上见过面。你怎么会找到我家来？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是制钢厂的厂长，你都忘了？我听说，这高科正在通缉你。啊，说来话长，我想和你单独的聊一聊。那你为什么来找我？现在街上到处都是特高科的人，你找谁倒是可以的。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跟您一样，
我跟特高科打了多年的交道，我深知他们的本性。要是随便找一个人，其结果既抢了我的生意，还要了我的性命。那你想着我干什么？很简单，你只要给特高科的长官打一个电话，说你有一个朋友叫温义杰，你跟他们说我有一桩生意和他们做，只要你约好时间地点就可以了。这恐怕不是什么生意吧？火车上发生的事情我是亲历者，虽然我并不了解内情，但我知道肯定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不愿意卷入危险的战争中。先生，还是另找别人吧。你是真的确定要拒绝我？对不起。对不起，松春先生。别以为你是日本人，我就不敢杀你。你要是不替我办这件事情，我不仅杀了你，我还杀了你的全家。이차타노안심시로그래와가있다是你，你怎么会？松村先生不用担心，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您的，并无恶意。请进。君は席を外してくれ。私は彼女と話がある。安女士，请坐，我们坐下聊。不用客气了，松村先生，我今天是专程来感谢您在最危险的时候帮助过我，真的非常谢谢您。可不能这么说，换作是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这么做的。你是抗联？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相信松村先生是有正义感的，对于这场战争有着自己的理解。好了，不要再讲下去了。我知道你来访的目的，我知道面对这场战争我该如何去做。我不会再做违背我自己良心的事了。但是我希望你也要知道，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真的很矛盾，一边是自己的祖国，一边是被祖国涂炭杀戮的人民。怎么办？很多事情很难取舍，所以我有时候做出的选择，希望你能理解。我理解。
告辞。请等一下。宋村先生，还有什么事儿吗？你还记得火车上跟我们同行的那位先生吗？他刚来照顾我。冯一姐来了吗？还没有。队长，今天什么任务？哪来这么多屁话？打起精神啊，目标出现了。应该是到了。什么叫应该？看不清脸。你不是文一杰。我就是文一杰。哎，你别开枪啊！这干啥玩意儿？这是你骗我，还不能开枪吗？我没骗你啊，我就是文一杰，我是他外甥，我叫白九金。那是我还没见到我想要的东西，你不可能走出去的。我就说了，说我肯定能离开这儿。要是一个小时之内他见不着我人的话，他就把档案烧了。那我就还说了，这次是试探你们。我就说，救救命稻草，那哪能带在身上呢？说。如果你们得了他，还能在最短的时间达到你们控制全东北的目的。这里到处都是德高克和特西队的人，那怎么办？先等等看，如果温一杰没有拿绝密档案过来，那日本人就不该把他怎么样。你要什么？钱。多少？十万。你的舅舅太贪心了。嗨，这个也没办法，在抗联呢，那遭的罪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生命是有限的，给自己下半辈子换个活法，这总没错吧？啊，对，我就还说了，这次呢，咱就是处个哥们儿，交个朋友啊，认识认识。等下次呢，咱们再联系。啊，告辞啊。不是，你让我走吧。你这不让我走，你也别想拿着这档案。没完没了了呢，你们想不想要答案了？这要，当然要。别回头，是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走。我就说了，答案没在我身上。你救他人呢？他，哎，姓白的那个小子，你怎么还没走呢？啊，我这不走着呢吗？别走了。鬼谷大佐让我来找你，说是咱们可以好好再谈谈。白先生，抗联，别这么紧张。连队长，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人跑了。跑到哪里去了？从这边跑了。追！是，追上，追！我跟你说，舅，你不知道，我今天在你的英明教导之下，我表现绝对是临危不乱，镇定自若。我就跟那鬼谷那老王八蛋，我就是干呐，一饮而尽的。我就觉着我老白家祖坟呐都。舅啊，能不能把那裤子放下？你老提了它干啥呀？这绝非是一泡尿的分量。我就不明白了，怎么能把你吓成这样？你说这当那么多日本大官的面吧，你要是不害怕那是假的。哎，但是舅，我跟你说，这次任务我完成的肯定是圆满成功，你都未必能干得过我。那倒是。哎呀。我起码不会把尿撒在裤子上，对吧？我说舅啊，你咋又提尿裤子这事儿呢？这我把脑袋都别裤腰带上了，我给你干活完回来你还埋汰我，这是下回有这事儿你别找我。行，纠错了行吗？啊，说真的，如果我要去的话，说不定我是真回不来了。不过这次探路呢是很成功的，我们不仅看出了鬼谷这小子心眼多，关键的是黄秋英这回动真格的了。你看，后悔了吧？你上次在树林里边，我就让你给他干掉，你就不听，也不知道他哪点好，就给你迷成这样。哎呀，九金，你是不知道，就这心里头啊，实在是放不下他。多少回了，就都想忘了他，没成功，而且呢，现在是欲罢不能。就不怕你笑话啊！这两天我是天天晚上做梦，一做梦就梦见他拿枪打死我。哎呀，然后是一个激灵就醒了，满身是汗。哎呀，害怕极了。你这跟我也差不多，就差没尿裤子。哼。Thank you.
你为什么朝门沟开枪啊？你知道你的外围特勤队打死了多少个帝国军人？大佐阁下，当时局面太混乱了，当时抗匪是乔装，一时难以分辨。如果不对外开枪的话，我怕伤及内部的侨民，这样的话情况会更加复杂。ザギ、はい、どうも。大佐閣下報告。その時刑事官にいます。ソドは何が起こったか分かりません。帝国奴を追う時、チェン隊長は非常に勇敢でした。段队长，你说。我觉着佐佐木说的有道理，近距离交火，伤及自己人，这种事儿也是经常发生的。尽管来，看来是我冤枉你了。大佐阁下，只要你以后再给我机会，我一定会戴罪立功。大佐閣下，我ら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そんなに多くのことは考えられん。今やらなきゃならないことが残ってんだろ。孙大将，你是负责走廊的，难道你就认不出来吗？怎么老怨我呀？我也没有看金条长什么样，我哪知道他是谁啊？他那么大个人，穿成那样，你还认不出来吗？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我无理取闹？明明是你的问题。行了，行动失败了你就会吵，难道你们以前工作也这样吗？谁能想到这个瘟疫节会让白九金先去探路呢？是我低估了瘟疫节。我有一个猜测，这个聪孙可能信不过。瘟疫节是狡猾，但很有可能是聪孙没有说实话。荒原去之前，魏杰和他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能妄下结论。不过，对于松村先生的可信程度，是要有所保留。大家都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啊。老郑。嗯，他是谁？耿中和，一直在我们联络站帮忙，咱们这人手紧，我就把他叫来了，可能干了。同志们好。老郑。嗯，跟我过来一趟。哦，老郑，嗯，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干了这么多年的地下工作，怎么会这么大意，连这点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我是就事论事，这里是我们的新联络站，地点要绝对保密，你怎么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就来了？他的可靠程度，你能有多大把握？我们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不用我再说了，一个小小的闪失就可能让我们陷入绝境。来来来来，进屋坐，慢慢聊。哎呀，大哥，仔细瞧瞧，瞧瞧啊，这可是正宗的咕咕头，我好不容易给您弄到了。怎么样？不错吧？光来啊，你的大哥真是没有说的。刚说完的事儿，你就给我整来了，桂琴啊！哎，来来来来来，广来兄弟来了。哎，嫂子，桂琴啊，哎，你去弄几个好菜，我今天跟广来兄弟好好喝一顿啊。好嘞。呼びましたか？芸妓屋の件はこのままじゃ済ますな。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あの日ドアンバーは俺たちとずっと一緒にいた。玄関を見張ってたのは誰だ？特使隊副隊長チェンゴライです。チェンゴライは
班長員を知らないのか？あの本州員は着物を着ていました。チェンゴン来は日本の人民を疑うはずがないです。チェンゴン来の奴が一体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んな。我知道你对大哥没有二心，可是咱们在特高科底下做事，你我都加小心的，尤其是你。你指什么？算了，别说了，再说话就多了。大哥，兄弟出来混全都仰仗大哥，而且在别人眼里也一直觉得我钱广来是大哥您的人，如果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不也是给您丢脸吗？所以有什么话您还是跟兄弟说吧。反正我告诉你，你得多加小心。嗯，鬼谷这老王八蛋一直怀疑着你。怀疑我什么？算了吧，别说了，心里知道就得了啊。修文社はどうしてる？修文社はもうかなりやられましたのに何も言わなかったです。玄関内に尋問させろ。意味わかりません。お前は横で突っ立ってるだけでいい。尋問の様子を報告しろ。詳しければ詳しいほどいい。はい、すぐ手配します。田队长，你们特系队不是一直都想立功吗？今天机会来了，鬼谷大佐希望你亲自审问他。文兄，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要是继续抵抗下去的话，不会有好结果。说，你是不是抗联？谁在跟你联系？啊？钱队长，你是不是太温柔了？这样怎么能问出来呢？佐佐木阁下。对待这样的死硬分子，只能采取攻心策略，否则难以奏效。我们更相信酷刑，它能让人和人都得屈服。这样才行。嗯，
定说。请，你来。かじったぐらいで、チェンワナを信じて周辺者を殺したのか。救いようのないおバカ野郎だ。ごめんなさい。周辺者がチェンワナと何を話してたか分かってんのか。お前には永遠に分からないはずだ。全言いました。侮辱されました。覚えとけ。共産党の連中はうつる賢い知らずだ。同志を救うためだったら自らを犠牲にできる。今までにやってきたことが全て水の泡だ。私のミスです。主演者が処刑されたと布告しろ。シェンガー内が処刑したことにしろ。明日朝一番で張り紙を出すんだ。町中の人間にそれを知らせろ。分かってんのか。郝瑞元，这一大早就把我叫过来，有事儿啊？老郑，哎，昨天的事情别往心里去。嗨，没关系，我的错。我看你们人手紧，一着急，把起码的行动原则都忘了。哦，老郑啊，嗯，这两次行动，有一个人让我很顾虑。谁呀？钱广来。哎，这巧了，我刚才来的时候，钱广来在我那儿订了一桌席。秋云姐，秋云姐，怎么了？许文晓同志已经牺牲了。怎么回事？你怎么得到的消息？今天一大清早我出去，看见日军贴了告示，说是特勤队的钱广来在审讯许文晓的时候，许文晓咬了他耳朵，结果就被他一枪给打死了。钱广来这个叛徒。姐，你是不是认识钱广来？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没有徐文晓，我们就联系不上鸽子，联系不上鸽子，我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任务。不行，不能让徐文晓白白牺牲，一定要钱广来血债血偿。里面请，钱队长请。您请坐，请坐。哎呀，钱队长。今天你有贵客来，我那啥，我亲自伺候你啊。哎，您这位客人怎么还没到啊？哦，好，您慢用啊，慢用。打死我！
会誓死协助黄秋英完成任务。我敬你一杯，一路走好。来人！爹哥，你找我。你说钱队长给的这个股骨头鸽子还真不错，为什么一撒出去他就不回来呢？这样，你就把他找来。我刚才好像看见钱队长一个人去那个罗锅桥酒店了。什么？去罗锅桥酒店了？